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三款呢，是美国这个 Manhattan Toys 所出的三款新款的布书哦。那我们先来看看这本 Buzzing Through。那这本的特色是啊，你看它有一个用缎带绑着的蝴蝶玩偶，然后这边有个洞，它其实每一个书页都有个洞，所以这只蝴蝶呢，它就可以穿梭在不同的书页中。那让我们来看一下故事吧。The jungle is so fun to see. Tiger has stripes just like me. 那他就是说啊，哇，丛林有好多好玩的哦。那其实，在带小朋友看布书的时候，就是可以拿着布偶嘛，然后一边跟他讲。那他这边说丛林很好玩，然后说老虎呢就跟他一样，身上有条纹哦。那其实他有做一些立体的，像这样子缝的，然后小朋友都可以摸摸看，它是不同材质的。那这边也是，这个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响指啊，会发出声音，然后翻翻看。I am deep below the ocean blue. These little fish have my stripes too. 那蝴蝶超厉害，它还飞到海底，然后呢，看到这些鱼也跟它一样有条纹，那一样它也有一些设计呀，像这个海星翻开，下面有小乌龟，然后这个螃蟹的钳子也是都可以摸的。The garden's where I love to play. All my friends want me to stay. 那花园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我朋友都希望我可以留下来。那一样有很多可以摸摸，那这边还要做一个镜子的设计，就是这一本。Pulling through。